大家好，我是老朱。今天早上去给老赵买菜的，买的蘑菇。我回到家了，就突发奇想，能不能叫这个蘑菇，到我区里？要是能到成的话，它出来是个工艺品。成不成？咱现在都开始做，最后看结果啊。现在把蘑菇固定好，再在蘑菇外围套上一个饮料瓶儿。这前期工作，做蘑菇做好了，咱这接下来。用石膏粉调个火，先少调点，怕多了用不完。在调火时间，这石膏应该叫它。大匀，大的里边没有疙瘩，这才好使。好了，这都大匀了，你看稀乎乎的。咱现在都叫和好这石膏糊，倒这里边。这石膏浆已经灌到里边了，端到太阳下边叫它晒干。这个蘑菇的模具做出来了。咱现在都浇筑，看看出来的成品如何。灌好，耶！蘑菇浇筑成功。好了，今天这视频咱就到这儿，下期见，拜拜。Blood creeping up from the heathens. Got will, got fight, got pride, got reason. If they wanna go eat.